地藏本愿度众生，因果轮回不灭。欢迎收看《地藏经》说因果。众生的贪欲有许多不同的表现，一般的平民百姓贪图富贵，而王公将相除了对财富汲汲营营的追求之外，更贪慕名声、权势、地位，这在佛法上称为名闻贪。这些贪官污吏在起心动念时，往往连带造作十恶里的妄语、两舌、绮语和窃盗等恶业。今天的《地藏经》说因果，带您来看贪官玩法弄权、鱼肉百姓的故事。王莽生在西汉末年，伊的阿哥贵为皇后，在家族中连续也有十几个人皇后拜相，成为宽庆一时的名门世家。只不过富贵恰恰伴随着虚华，王氏家族内底同款出了不少生活糜烂、只知影享乐、唔知影进取的子弟，顶袂在成熟场所，所以因伫社会上的名声并无介好。相形之下，王莽亲像是王家的一股清流。伊唔呐生活简单，做人更加是谦虚、有礼貌、勤奋、爱读册，对母亲恪尽孝道，也阁真耐心照顾大兄的后生，在在拢为伊赢来真悬的名声，成了真有名的贤人。但是这一切正是王莽为着求名所故意装出来的行为。伊要借机会谋取家己升官的资本。王莽的仕途也真正是一直升官，但是伊无轻易表现出家己的野心，伊是继续以小恩小惠来收买人心，笼络朝臣，爱护全天下的人拢为伊歌功颂德。一直到汉哀帝驾崩了后，这个时阵的王莽，伊正甲已经身为太后的阿哥两个人联手，扶植只有九岁汉平帝即位，并且由王莽专权代理汉平帝来处理政务、独揽大权。王莽这种利用皇帝细汉好欺负、少不经事的做法，引起伊的长子王宇大力的反对，因为王宇会惊，若是安尼做，等汉平帝大旱，伊会声援报复，到时阵王氏一族的命运堪忧，所以伊就极力苦劝老爸。但是伊无想到，王莽不但无听苦劝，也阁心肝真凶，逼死王宇夫妻。刷咧，伊阁趁机会将所有的异议分子一网打尽。了后，王莽直接将伊家己的假面具拆落来，毒死汉平帝，假意伫接受各方卡令各种名目之下，正式篡汉称帝。王莽即位了后，实行了政策的改制措施，可是这些施政内容大部分拢脱离现实，不但解决未了现有的问题，也阁会产生新的弊病，大大增加人民的负担。百姓甲官员也伫朝令夕改之下，毋知影要安怎做，无甲民怨四起。除了安尼，当时天灾频传，黄河甚至溃堤改道，造成无数的性命甲财产的损失，社会动荡不安。王莽为着要逃避即种的挫败，伊沉沦在女色，终日花天酒地，纵饮作乐，不可自拔。伊的性情变甲狂躁暴力，伫逼死长子王宇了后，阁残忍杀害子孙等等的亲人。最后，王莽伫众叛亲离之下，死伫造反的民兵刀下，遭受到被分尸的下场。著名的诗人白居易曾经写道：“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未篡时。
像使当初身便死，一生真味复谁知。王莽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伪君子，为了争权夺位，他早年做出一副谦恭的样子，让人们把大奸四忠的人误认为好人，到了晚年杀害亲人，最终换来身首异处。所谓好利者，益出于道义之外，其害显而浅；好名者，串入于道义之中，其害隐而深。谎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，终有被揭穿的一天。借由王莽的故事，让我们明白，真正有德性的人，越是淡泊名利，不会刻意的去宣扬自己，只有贪图名声和权力的人，才会显得功利做作。魏晋南北朝时的北齐，在历史上是名声真臭的禽兽王朝。在姚兴、庞小莲做足干营业之前，就先出一个专权宦刑的女官陆灵萱。陆灵萱伊是北齐第五任皇帝高纬的女母，伊的心思真幼，佮真敖讲好听话。将一个是小太子的高纬照顾得真好，加上高纬的生母乌凤晓，伊的私生活伤过放荡，拢无咧管后生，造成欠款母爱的高纬，自细汉伊就对陆灵萱这个女母非常的依赖，差不多到了不管伊讲啥物，拢会听会听到，所以高纬就位了后，就封陆灵萱做女侍中，地位备受尊严。但是陆灵萱伊并无感觉满足，伊梦想着要称霸后宫，所以开始利用皇帝的信任，一步一步设下计谋，展开一场权力的争夺。陆灵萱升起巴结皇后何律师，加政绩辉煌的何律家族，打算要嫁因结为亲家，可是忠心正直的何律家看不惯是作威作福的陆灵萱，就断然拒绝，这让何灵萱怀恨在心。刚好敌国北周这个时阵用低奸计，故意派人到北齐散布谣言，暗指何律家有谋反之心。抓到机会的陆灵萱走去向高纬夹耳根，诬告何律家。高纬以为这是真的，不但杀了一代名将何律恭，还佫将何律家族满门抄斩。陆灵萱的第二步是将对象对准了吴太后，企图要取代伊。这位吴太后，伊本来就是尊姓拥花，恰恰招人立功疏通，来满足家己的音乐。陆灵萱掠到这个消息，一争上告皇帝，各位气家感觉面子挂袂掉，就将吴太后幽禁起来。一声，陆灵萱如愿成为后宫上悬的权力者，伊被封为一品的太姬。虽然无太后之名，却有太后之实。人的欲望是无尽的，陆灵萱也是安尼，贪婪生性，失权如命。这个时阵的野心是有史以来上界大的，伊拢无禁忌，就将手伸入去到雕洞。陆灵萱甲伊的后生穆提伯联合了一挂贪污受贿的奸臣，控制政事，处处打压异己，陷害忠良，也引诱高纬风云向落，日夜醉生梦死，造成北齐的国力日渐衰退。无过多久，北周武帝就带着大军攻打北齐，两军交战几败了后，穆提伯看情势唔对，北齐愈来愈惊下风，归去投降了北周。无恶不作的陆灵萱听到消息了后，被逼畏罪自杀。
伊个子孙一个一个被推上街路，斩掉头壳，印证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下场。经典中告诉我们：利养如贼，坏功德本。名利权势可以满足我们的虚荣心，但却会损害法身慧命，障碍德性。过度的执着或贪得无厌，会让我们掉进无边的苦海中，生起诸多烦恼，造下恶业。所以菩萨常修十种法，观照本心，也就是十念处：身念处、受念处、心念处、法念处、境界念处、阿然若念处、多益念处、名闻利养念处、如来学问念处和断诸烦恼念处，借此断除三毒，清净自性。蔡京在学出众，伊是一位天分真高的书法艺术家。真可惜的是，伊的品德甲才华无相符合。伊是一个真喜欢奉承别人、见风转舵的墙头草，所以伊的官场生涯并毋是一帆风顺。经过几度浮浮沉沉，一直到伊交接了宦官董管，才得以减去烦心。当时同款真爱书画的宋徽宗，派董管来到江南，要收集极卡珍贵的艺术品。蔡京听到这个消息了后，就借着管道乌西董管，无分日时也是暗时，拢会陪着伊四界去佚佗，只为着要要求伊会当将家己的字画刻予宋徽宗看，顺便替伊讲几句好话。果然，蔡京这招有效啊！伊得到皇帝的赞赏，竟然连升三级，官位做甲宰相。做了宰相的蔡京，贪婪、敛财的本性完全拢表现出来。伊先假作充实国库的名义，将茶、盐、酒等等的民生用品收归中央专卖，才阁趁机会摕走一部分。安尼也无够，蔡京伊甚至做假笑，领双份的薪水。伊阁要求大小的官员，拢爱伫伊生日的时阵爱送贺礼，用安尼来收刮百姓用血汗换来的财富。蔡京的私生活同款挥泪，譬如讲，伊特别喜欢食烟吞鸡，偏偏这种鸡的做法真好食，一摆就爱杀死几啊百只的烟吞。然后只用烟吞的籽来做原料，所以一顿烟吞鸡的费用相当于十户人家一年生活的开销。皇帝赐予伊一座花园，蔡京嫌伊占地无够大，就强行拆毁附近九百间的民厝来增建。结果起好的花园，豪华的厅都完全超过皇帝的御花园，引发真侪声音。惊皇帝怪罪的蔡京，伊并无因为安尼就变较收敛，伊颠倒是使弄宋徽宗做回来做这种虚化的代志，下令江南每一年拢爱运送奇花异鸟来到开封，以满足皇帝的兴趣。真侪人家为着要应付朝廷的遮山问鸟，不止爱付沉重的劳役，阁爱立真大笔的税金，物价家破人亡，生活苦不堪言。百姓纷纷出来抗议，北宋王朝也将要走到尽头。一部记载万物众生生老病死的过程，融合地藏王菩萨的大悲愿和诸佛菩萨的见证。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，是佛说的遗嘱，是做人处事的教科书，更是学习因果的重要经典。请护持地藏经说因果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账号
4227-4784，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楞严经里说，贪习交际，发于相惜，悉懒不止。贪婪者会堕入寒冰地狱中，受无尽的恶业果报。想除贪欲，要先懂得知足常乐，学会慈悲喜舍。如八大人觉经里说，虽为俗人，不染世乐。减少对世间财色名利的贪着，我们的心自然能够清凉自在。在宋徽宗西华享乐之时，北方的金国兴起，开始渐渐进军北宋。国库早就已经予人乌空的北宋，根本不堪一击。每一届战争，每一届拢输。被惊到六神无主的宋徽宗，清兵不起，将帝位传予后生宋钦宗。然后，伊就做一个无管事的太上皇。宋钦宗就台了后，为着整治官场的风气，经过遐做歹代志的人，在刁神的建议之下，将蔡京治罪，并且发配到无人的岭南。原本蔡京也以为，只要伊有钱，啥物代志拢会当办甲到。所以，伊就带着满满收刮来的金银财宝，准备要逃亡。想也想袂到，当蔡京伊要离开的时，开封城遭受着金兵团团围剿的，伊的三名天机甲财产全部拢予人抢去。蔡京伊只好拖着有血的身躯，家己逃走。一路上，作恶满满的蔡京，行到倒位拢予百姓痛骂。开餐馆的掌柜唔肯提供伊食物，开客栈的头家无愿意予伊住。几千里的路上，蔡京拢食无饭，也啉无茶。最后勉强伫一间破庙内底休困，病困交加，饥寒交迫之下，活活夭死。一辈子贪婪的蔡京，享尽荣华富贵，最终却落得活活饿死的结局。反差之强烈，对比之悬殊，令人心生警惕，明白天理昭昭，因果报应真实不虚。华严经中说，善守身语及意业，恒令依法而修行，离诸取着降众魔，此至心者所行道。魔的大根本是贪嗔痴三毒，特别是贪欲。护持身口意三业，放下名利，让身心离诸取着，降服众魔。李基书在无合法之前担任过民意代表，为着要得到选民的支持，连任。所以一请请的去无同的婚丧喜庆的场合，替主人家做面子、冲场面。虽然每一届到现场，伊拢点无半点钟就会离开，但是只要一听到大家人的掌声、甲赞叹的声，李基书伊就会感觉真受用，内心真欢喜。这嘛，予伊处处只想着要安怎碰碰家己。犯下了未少的考验。有一摆，有一户人家娶新妇，李基书到位了后，看对方穿着乌西装，竟然连想拢无想，就随口讲请节哀，顿时将场面舞甲真艳丽，只好一直向对方回失礼，匆忙离开。李基书为着这件代志耿耿于怀。接受了佛法了后，伊才知影，这正是失去觉性，被外面名利的境界左右，迷失了自我，才会糊里糊涂分不清楚因果。佛讲好名无疑，但是真正的罪过后患，毋是来自名气、权力的本身，
是那粒贪求名利的心。身为位高中权的皇帝、宰相、政府官员，本身不是错，若是会当人民爱物，听民意的声音，制定好的政策，做有益社会大众、造福百姓的好代志，安尼就是好官。反倒倒来讲，若是一昧执着伫名望、权势上，贪赃枉法、欺压人民，就会坠落三途恶道中，难以超脱。其实任何的代志，拢有一体两面，有名利却未贪，借由名位、权势来济世救民、弘扬佛法、普度众生，这不是为菩萨道的一种。世间的一切钱财名利都是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所以佛说，人随情欲，求于声名，声名显著，身已固也。贪嗜长名而不学道，枉功劳行。比如烧香，虽人闻香，香之尽矣，为生之火而在其后。不贪着名利权势，才能远离造作恶业的祸端。下一集的《地藏经说因果》，为您介绍更多关于贪欲的故事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